近日有媒体在上海的机场遇见了久违露面的大 S， 当天大 S 戴着口罩，穿着宽松白衬衫，橘色平底鞋，径直走向安检口。凑近看，不知是不是由于衬衫太过宽松，原本瘦小的大 S 小腹明显有微微隆起的迹象。而到了安检口，海关人员要求大 S 脱下口罩确认脸部时，大 S 还对着摄像头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，看来当天她的心情应该还不错。